大家好，又是唐生。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万达广场，肇庆的万达广场，它有新加推公寓，就这一座在建的。它的公寓是31到40多平方，总价听说是25万到30万。今天我们找到发展商销售阮经理和他介绍一下。阮经理你好。你好唐生。是不是新貨加推啊？是啊是啊，我們最近咧會推出一棟我哋萬達嘅一個蘇豪公寓嘅。蘇豪公寓。係啦係啦係啦。嗱，咁啊，唐生，我先同你介紹下我哋嘅一個沙盤先啦，模型先啦，好嘛？咁我哋而家所處嘅位置咧，就喺 S6呢個營銷中心呢個位置嘅。咁其實我今次加推嘅一個公寓咧，其實咧就喺我哋營銷中心對面呢度呢個一個蘇豪公寓嘅。咁蘇豪公寓嘅話咧，佢主要係就緊靠住我哋呢個12万6方嘅一個大型購物中心，啊，正正喺我哋購物中心嘅其中一個出入口嘅一個端頭位嘅位置。咁成個公寓咧，蘇豪公寓咧，佢係總高13层，啊，1、2楼咧就係一個商業商鋪，咁誒3楼到13楼咧就係一個蘇豪公寓。咁公寓嘅話咧，佢主要係2梯19户，咁啊面積咧都係31方到46方嘅一個面積，31到46，係啦，平層，即係佢3楼開始，係冇錯，最高係13楼，係做13楼。佢呢個公寓有幾套咧？公寓呢棟公寓咧，因為咁樣講啦，成個項目，成個萬達嘅綜合體咧，只有2棟公寓，兩棟公寓嘅話咧，其實加埋都唔夠400套，咁一棟落嚟就好似我哋而家今次加推嘅11棟咁咧，佢都係得198套嘅啫。啊，已經非常貨量係非常之少嘅，因為咧按照過往嘅項目咧，我哋萬達廣場咧啊，真係對於呢個項目咧係貨量非常之少。點解咧？因為其他嘅項目嘅話，我哋都會有過千套嘅一個公寓，但係我哋今次呢個定位咧，只係做少量嘅公寓。其實針對呢個投資產品嚟講咧，貨越少，一個投資價值又 越高越稀缺。因為點解咧？首先嗱，同你講啦，呢個公寓咧，以往嘅項目咧，我哋都會係做酒店類型為主。即係比如話業主買咗落嚟之後咧，好多第三方嘅酒店管理公司咧，會同業主攞落嚟啊，同業主簽個長約5年啊，或者係8年啊，咁樣起租，咁然之後咧同佢去俾翻固定嘅收益啊，每年遞增啊，點樣啊咁樣一個投資回報，然之後咧就攞咗業主間公寓去做酒店去運營去經營，甚至有啲咧係會俾除咗俾固定投資之外咧，仲會賺到嘅錢咧，亦都會同業主按照比例去分成咁樣一個模式去操作。咁另外咧，如果業主買咗之後咧，可以自己裝修去自營公司啊，比如話佢開公司啦，或者係做一啲工作室啦、美容院啊等等呢啲都可以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靈活啲嘅話咧，就係佢自己可以出租啊。咁萬達咧，明年呢個成個商圈咧，11月份呢個包括呢個綜合體啦、購物中心啦、商業辦街啦，開咗11月份就開業啦。呢度開業嘅話咧，會提供到4到5千人嘅一個就業崗位。咁而且呢度就業崗位入邊咧，會有大致40%到50%係外來人調派過嚟嘅一啲管理層，比如話我哋商管嘅經理啦、老總啦，甚至呢啲麥當勞啊、肯德基啊、屈臣氏等等呢啲店長啦，其實佢好多都係會外地調派過嚟嘅。咁呢啲管理層嘅話，其實佢過到嚟工作，佢都會需要租房。咁呢啲公寓嘅話咧，就啱好係適合佢哋一啲咁樣嘅一個管理層次喺度上班嘅人就近租房嘅一個需求啦。咁所以咧，呢個公寓咧，第一個佢嘅投資價值非常高，因為佢嘅產品少；第二個咧，佢嘅地段比較稀缺，因為成個鼎湖區嘅話咧，就得我哋呢個萬達呢個購物中心喺呢度。咁再加上咧，萬達呢個購物中心入邊咧，只有得目前嘅話就得300套多啲，400套唔夠嘅一個公寓產品係非常之少嘅。咁啊，所以呢個產品係非常值得期待、值得投資嘅。啊，佢咪準備開盤咧？而家係啊係啊係啊，準備開盤啦！而家咧，我哋一個優惠咧。而家目前咧就認緊籌，咁啊都係呢幾日會開盤噶啦。咁啊，依家目前嘅優惠咧就係有個3万抵5万嘅一個團購優惠。3万抵5万。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公寓咧就有即係從呢個31平方到46平方之間。係係。咁總價大概幾錢咧？總價預計係25万到30万左右啦。呢個折後總價係啦。咁啊，我哋呢個公寓咧亦都係平層公寓嚟嘅，總層係總層高咧係3米4。3米4层高，系啦，单层啊，咁啊，大家可以睇睇呢个图纸。朝向咧，朝向咧，朝向嘅话咧，佢主要咧嗱，呢个位置咧就系一个电梯口啦。电梯口嘅话咧，佢上去之后咧就系2梯19户。19户嘅话咧，佢有一边咧就系东南向，呢边望翻呢边嘅商业街咧就属于东南向。咁望翻购物中心呢边咧就系属于一个西北向呢个位置啦。但系西北向嘅个景观咧，高层嘅景观其实非常之好，可以望到鼎湖山嘅山景啦，同埋北嶺山嘅山景啦，咁樣即係話比購物中心高嗰幾層
7-8樓打上呢啲，其實都可以望到非常之靚嘅山景，靚嘅山景噶啦，視線非常之開闊。咁而望翻商業街嗰邊嘅話咧，就東南向朝向亦都比較好嘅。咁成個一個公寓入邊嘅開間都係3米9到4米嘅一個開間啊。非常之寬敞啊！即係可以做一房一廳或者單身公寓。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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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冇錯。咁因為我哋交款咧，亦都係無批嘅。無批咁啊，睇到時業主點樣去裝修，點樣去設計咯，睇佢點樣用咯。比如話佢自營公司，或者佢自營工作室，或者佢租俾人哋做酒店，都唔同嘅功能，就唔同嘅裝修咯。所以我哋咁無批交款咧，就會比較靈活咯。即係我哋投資喺度，你無論做工作室、做美容院，甚至咧就可以做埋酒店、做民宿，因為鼎湖咧，其實亦都係一個旅遊區嘛，旅遊城市嘛。咁其實鼎湖目前而家嘅話咧，除咗冇商業體之外咧，咁我哋萬達填補咗呢個商業綜合體之外咧，商業空白之外咧，鼎湖其實亦都未有一個比較上檔次嘅酒店，亦都比較少。所以咧，平時好多外地人嚟到自駕車或者跟團嚟到肇慶旅遊嘅客户咧，其實好多都係翻去舊城區端州去住嘅，但係因為滿足唔到佢嘅一個需求啦，所以啲萬達咧呢個公寓咧，第一佢有呢個商圈比較方便，到時嚟到呢度旅遊嘅人咧，肯定會選擇呢度。其實你講緊我哋，冇錯啦。因為咧，我哋咧平時住邊度？我同你講啊。我哋住敏捷城嘅民宿，點解唔住呢度咧？呢邊第一個冇商業啊嘛，第二個酒店我哋唔中意啊嘛，洗衫唔方便。你如果你開嘅話，我相信我哋好似我哋咁樣就出差嘅人咧，一定係租呢度嘅。係啊，食嘢方便。係冇錯。啊，出入方便。係啊係啊，好吸引喎。阿唐生，你好似你喺外地過到嚟呢度出差咁樣，你需要喺度住嘅話，咁你選擇呢啲地方，首先嘅停車位又充足啦，係嘛？啲下邊兩層停車場。咁第二個咧就係你嚟到呢度，你食嘢啊。買嘢都比較方便啊嘛，下邊就係咁大型嘅一個商業中心係嘛，咁好啦，咁你住嘅話，樓上就可以享受去滿足到你一個一站式嘅配套，無論你喺度工作、喺度生活或者喺度出差等等，都其實都係一站式非常便利嘅。所以好吸引喎，你啲公寓而且佢係投資總價比較低嘅一個產品咯，相對嚟講係比較值得投資嘅。咁佢除咗公寓之外咧，同佢介紹下，佢當時開啲住宅同商鋪仲有冇貨咧？係咁樣嘅住宅嘅話咧，我哋就分咗，因為萬達咧，我哋地塊咧有三個。咁而家目前地塊一嘅話咧，個住宅咧基本上就已經賣曬。咁因為我哋月初嗰時開盤咧，一二三棟已經係搶曬啊！我哋都有兩個客户搶咗。係啊係啊，咁當時好多搶唔到客户咧，已經轉咗去4-5號樓。4-5號樓嘅話，要睇下個月有冇貨推先，即係推出嚟睇下之前轉咗過去嗰啲客户賣，基本上鎖曬單位嘅。而家住宅基本上就冇噶啦。咁但係咧，我建議咧。就投資嘅話咧，除咗住宅之外咧，公寓啦，仲有我哋啱先未有講到嘅一個公寓樓下嘅商鋪。商鋪咁其實我哋公寓樓下呢個商鋪，其實我哋都係賣緊嘅。咁而家商鋪嘅話咧，佢一二層咧就商業。咁商業嘅話咧，講到商業投資咧，其實佢商鋪咧，佢係一個商業步行街嚟嘅呢度。佢係黐住購物中心嘅一個商業步行街，而且咧呢度係屬於一個端頭位，即係平時人流量係最大嘅。點解咧？呢度就係一個商場嘅出入口，平時人流肯定係7-7日最大呢個人流嘅。咁呢個位置嘅公寓，呢個公寓樓下嘅商鋪咧，面積都係最細26方到60方左右嘅一個面積，分開兩層，一二層分開。咁價格嘅話咧，大概都係折後係16,000到40,000幾啦。呢啲端頭位呢啲相對嚟講會比較貴啲。要屬於呢啲招市面比較好嘅，你睇下呢度屬於個十字路口嘛，係嘛？無論從邊個角度都睇到呢啲商鋪嘅位置。幾大啊？呢個？呢啲大概係40方-50方左右啦。睇邊間？呢幾間都差唔多面積，都係40方左右啦。如果係呢幾間一齊攞嘅話咧，呢啲適合做咩咧？比如做啲首飾啊、珠寶啊等等呢啲比較高端嘅一個產品嗰個業態啦。咁再加上咧，我哋對面十樓部。亦都係一個大客户，一買成棟買曬我哋十樓部嘅，到時佢會做一個大型嘅餐飲啊咁樣，所以咧呢度係一個非常之有商業氛圍嘅一個商業街嚟嘅呢度啊，即係呢個端頭位最靚嘅，係啊係啊，有廣場，跟住係啊仲有嘅，呢一排即係呢幾間都有嘅，呢度都仲有，目前呢度仲有，即係啱最新推出嚟嘅，係啦，包括呢度2樓1樓都會有 ，OK 喎，因為佢上面係公寓，下面有人氣啊嘛，係啊係啊係啊，仲有個呢位置，特別係過嚟呢啲位置嘅話咧，會係我哋電梯公寓都公寓電梯嘅出入口咯，呢啲黐住我哋公寓嘅電梯口嘅話咧。
平時人流都比較大嘅嚇，呢啲上上落落嚇，喺度辦公啊，喺度住酒店啊，呢啲人流都比較大嘅，所以呢啲商鋪啦，非常有投資價值嘅。哦，非常清晰，非常清晰。就除咗入邊嗰啲咩金街，仲有冇做冇揀啊？金街嘅話咧，就翻到之前賣開嘅金街呢度，仲有幾間一樓嘅，一樓嘅呢啲係屬於雙通鋪、雙門面嘅一個鋪位咯。嗯。啊，大概都係五十零方。啊，都係，其實佢就係金街嘅另外一個頭，另外一個端頭咯。啊，呢邊其實佢係一個環形啊嘛，一個環形翻到從呢度入翻到過嚟我哋公寓樓下嘅一個街啊嘛，兩個街。咁其實佢係直通嘅，啊，都係黐住呢個購物中心。咁呢邊嘅話咧，仲會有幾間一樓，但係呢邊嘅一樓咧就係，總價會比較高啲咯，去到折後去到兩百萬左右啦。呢邊呢啲三萬幾四萬蚊一方。啊，啱先同你講到嘅咧。因為呢邊的二樓已經全部賣曬啦，啊，咁呢嗰邊啱先公寓樓下的二樓啊，都是萬五六蚊方左右嘅啫，啊，折後咁一樓嘅話都是兩萬六到四萬幾啦。即係反而公寓樓下的嗰啲街鋪咧，價錢性價比高。係，因為而家呢邊選擇比較多嘛，房源比較多，鋪源比較多，啊，咁再加上咧嗰邊嘅一個位置咧，亦都係我哋一個十字路口的位置嘛，招市性亦都比較好，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購物中心其中一個嗰個出入口嘛，人流都比較大嘅，非常好，非常清晰。咁咧，除咗介紹呢個好清晰啦，就係阿阮經理咧，真係一個好專業做商業嘅專家。咁咧就同我哋分析一下你哋嘅地段好唔好？因為我哋好多觀眾啊，我哋好多香港客户咧，佢對肇慶其實都係一般之半解，冇咁熟嘅。再同我哋介紹一下呢、這個區位。咁我介紹一下我哋嘅區位啦，好嘛 ？OK， 咁啊，而家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肇慶嗰個區位啦，好嘛？咁其實肇慶咧，亦都係屬於粵港澳大灣區嘅其中一個城市。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粵港澳大灣區咧係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謀劃嘅一個區域發展嚟嘅。咁國家要發展呢個區域咧，佢必然就會發展起身，係嘛？咁佢因為國家要發展呢個大灣區，大灣區屬於目前係世界上第四個一個大灣灣區發展。佢係由珠三角九個城市加香港、澳門兩個特區組成嗰個發展片區啦。咁肇慶咧，亦都係大灣區其中一個城市，因為亦都係大灣區入邊房價最低啦，同埋呢個發展潛力比較大嘅一個區域嚟嘅。從呢、這個交通方面咧，肇慶而家目前咧有一條輕軌，廣佛肇廣州至佛山肇慶一個輕軌，第二個咧就高鐵。高鐵嘅話咧就南港高鐵同埋貴港高鐵都喺我哋肇慶呢邊交匯嘅。咁高鐵嘅話，肇慶東站咧離我哋呢個項目咧大概都係12公里左右。咁高鐵嘅話咧，就19年嘅7月份咧已經直接開通咗到香港西九龍嘅直達高鐵嘅啦。啊，所以點解會而家目前成個肇慶，包括2018年之後省運會喺呢肇慶舉辦之後咧，成個肇慶而家目前政府重點發展方區域咧，亦都係鼎湖區啦同埋新區呢兩個片區嘅。咁包括亞居樂泰呢邊投資有300億嘅香港城啦，其實好多香港嘅朋友都其實都應該知道呢個項目嘅啦，係嘛？咁其實呢個成個片區嘅發展咧，目前而家屬於一個起步階段，係非常值得投資嘅，亦都係價格洼地嚟嘅呢邊啊。咁但係佢成個嗰個政府嘅大型配套咧，都會落户到呢一邊啦，包括嗱香港城啦、華僑城啦，同埋中山大學附屬第三人民醫院啦啊等等呢啲學校啊、醫療配套啊等等，全部都落户到我哋呢個片區嚟㗎啦。咁亦都係成個城市發展咧，亦都係向東走啦，因為成個肇慶咧，目前咧佢係分開咗端州啦、鼎湖啦同埋新區呢三大板塊。啊，咁北面咧就北嶺山啊、鼎湖山呢啲山脈咧係唔可以開發嘅，即係冇開發受到限制。南面咧高腰咧同西江相隔係連成一片，咁成個城市發展咧只有端州、鼎湖同埋新區係連埋一齊嘅。咁端州咧就最老嘅城區，咁亦都係最發展比較落滯後噶啦，已經係比較受限噶啦。咁所以咧成個政府嘅重點發展方向咧就往東走，往東嘅話咧鼎湖同埋新區咧係最靠近佛山同埋廣州啲大城市嘅，所以咧。佢越往大城市靠攏咧，發展嘅機會就越大。目前從呢個啱先講到嘅交通啦、交通路網啦，同埋我哋呢個城市嘅發展啦，政府重點一個配套傾斜翻嚟我哋呢邊啦，都係一個非常之值得投資嘅一個片區嚟嘅。咁我哋萬達落户到呢個鼎湖咧，點解會選擇喺鼎湖咧？咁亦都係因為我哋係做商業啊，商業要承受到一樣咧，就係話周邊嘅一個居民啊，同埋。常住人口的一個商業配套，比如話肇慶新區同埋鼎湖，而家目前係未有咁大型嘅商業綜合體嘅。咁我哋落户到呢度咧，其實亦都係填補咗呢幾個區域嘅空白。啊，未來喺呢度片區居住嘅人都係會翻到嚟我哋萬達呢度消費。啊，包括呢個啱先講到嘅商鋪，所以點解咁值得投資，亦都係呢個原因係嘛？
咁佢而且輻射到範圍咧係輻射到去端州啦、鼎湖啦、新區啦，甚至高腰啦，呢過百萬嘅一個人流嘅。未來呢幾個區域嘅人流翻到嚟我哋呢度，亦都係大概20分鐘左右嘅路程，係非常方便嘅，交通路網係非常完善嘅而家。咁另外仲有啱先講到嘅一個醫療啊、教育啊等等配套都係非常方便。從我哋項目出發嘅話咧，大概1公里左右就有呢間鼎湖區最好嘅學校，9年制嘅鼎湖第一實驗學校。呢個係屬於嗰個公立公建配套公共資源。咁啊買咗我哋呢邊嘅住宅，亦都係可以享受到呢、這個學區嘅一個配套嘅。咁啱先講到咧醫療啊等等啦，政府行政機構啦，全部都喺我哋3公里嘅一個5分鐘嘅一個生活圈入邊嘅，都係非常方便嘅一個。片區嚟嘅，而且周邊亦都係比較多大型發展商鎮住嘅呢個片區啊，包括而家嘅萬達啊、我哋嘅萬達啊、恒大啊、碧桂園等等，全部大型嘅發展商都睇好呢個片區嘅發展，所以就鎮住咗呢邊開發項目。咁未來呢邊咧，全部都係住宅區啊。我哋統計咧啊，未來2年內咧會有最少14萬以上嘅一個常住人口鎮住呢邊，因為好多大型發展商喺呢邊攞咗項目，都係會喺呢2年交樓。所以呢個片區嘅常住人口咧會越嚟越多，整個發展嘅一個規劃咧係會越嚟越好嘅。基本上嗰、那個介紹就係咁樣。哦，非常清晰，係啊，遠景你介紹非常清晰啦。即係咧就成個人口咧就成個人口，即係成個肇慶嘅人口咧就往呢邊集中移。冇錯啦，係啊。即係咧，你哋萬達打個廣告就係、是，萬達就係城市中心啊嘛。冇錯，即係你成個。因為你端州，你過去新區咧，一定要經過你哋嗰度。係，冇錯。咁你哋咧周邊咧有好多原色，即係而家現有嘅住宅區。冇錯。即係投資這邊呢邊咧，點解每次萬達無論商鋪、住宅呢次係公寓，係應該都係要搶嘅喎。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當時我哋每推一個產品都係比較熱捧嘅。係啊。我當時應該有視頻嘅，到時俾大家睇下，嚇死人啦！當時排隊個個咁樣搶。係啊，係啊。搶到好似唔使錢咁。好多係啊，好多口好多。人過嚟都搶不到我哋嘅住宅啊嚇，我轉翻而家公寓咯，我投資翻公寓咧，因為而家公寓係最新加推嘅產品啊嘛，係嘛啊？有非常有幸咧，就揾阿遠經理同詳細介紹啦。咁咧就而家咧就入咗正題啦。咁而家因為我哋啲觀眾，我哋香港客户咧未出關。咁到時想買公寓或者買商鋪點算啊？有冇支唔支持香港人就真係空中轉地人咧？呢個？我哋係支持嘅，因為我哋之前商鋪啊同埋住宅都有香港嘅朋友、香港客户成交過嘅。咁主要都係揾翻我哋唐生呢邊，你去報備啊，提前報備啦，報備翻咁樣嘅話，就直接揾到我哋現場嘅銷售嘅同事去視頻啦，再更加深入咁去了解我哋客户佢想要嘅產品啦。或者是個價格啦、方面啦、位置啦等等啦，係嘛？只要客户確認咗嘅話咧，咁我哋到時亦都會銷售同事咧幫佢計價啦，計清楚個價錢之後咧，咁啊客户亦都可以喺香港呢邊轉訂金過嚟，係啦。即係佢公寓嘅話，就譬如訂金幾多咧？幾錢咧？咁我哋而家目前認籌階段咧，咁籌金咧都係20000嘅，咁啊到時成交嘅話，比如開盤訂金嘅話都是20000，咁然之後咧就正常咧就3天內就收交錢啦，即係簽約啦咁樣啦，係嘛？咁好似之前而家香港好多客户咧未通關嘅話就簽唔到約啦，咁但係佢到時準時按時咁將個房款轉咗過嚟我哋公司嘅帳户之後咧，到時再另行安排啊，或睇下幾時通關啊，或者翻到嚟簽約啊，或者係睇下到時我哋嗰、那個寄過去香港俾客户簽，即係要睇呢個時間啦，開關時間啦，係啊，同埋同公司集團呢邊去溝通咯。而家我哋有啲客户都要同集團呢邊溝通緊，睇下可唔可以寄合同過去香港簽咁樣咯。係啦，都做緊嘢，溝通緊嘅。係啊，因為之前有好多5月、6月份嗰時買咗商鋪嗰啲客户都未簽約啊嘛。係啊係啊，所以而家都有同集團溝通緊，都為香港嘅客户去着想咯，係嘛？非常好，非常。因為買咗樓咁大間嘢，你起碼有啲嘢揸拿或者有手有合同會更加好啦。係啊係啊。咁發展商都有去跟進嘅。咁嗱，佢公寓就譬如你幾時俾錢咧？公寓嘅話，其實我哋都會喺近期就開盤嘅啦。咁只要比如話客户有意向嘅，咁直接揾唐生你哋呢邊報備，報備咗之後咧，我哋就即係俾錢，即係譬如。佢嘅付款模式流程已經都係確實咗未咧？都係正常咁樣確定到單位之後轉訂金，然之後就3天內就將房款轉曬過嚟咯。即係一次性嘅。係啊係啊係。即係先俾訂金。你都知啦，而家都接受唔到做客香港客户都過唔到你辦按揭，咁啊都做唔到按揭啊嘛，係嘛？即係咧，佢總價低咧都還好啲，因為商鋪咧可能就會比較即係可能時間可能要錢資金嘅充足啦。
係。你三十日，即係你三天內咧就俾廿幾三十萬，仲係好做到嘅呢、這個。嗯，係啊係啊，即係、我哋個中午公園嘅總價都係三十萬左右。三十萬左右。係啊。三日之內俾曬。係啊係啊。係啊，咁如果真係要幫手嘅，都係我哋公我哋中興地產啦，我哋公司都有幫到客户去係啦，誒、幫手去代收啊。之前都成交咗個、成交個香港客户啦，羅生係咪先？包括商鋪啊、住宅都有啦，有，係啊係啊，咁、其實都係按照以往嘅一個操作咯，個流程咯，係嘛 ？OK， 係係啊，咁咧就非常感謝阿阮經理同佢介紹，咁樣有冇咩同我觀眾講啊？希望香港嘅朋友咧多多翻嚟大陸呢邊啦，同埋我哋萬達呢邊投資啦，因為我哋呢個項目咧亦都係非常值得投資嘅一個項目嚟嘅。啊，好多萬達以前跟開我哋萬達投資嘅一啲業主啊，其實佢哋都已經係。吸收到好多個萬達投資嘅經驗啊，跟住萬達走嘛，無論買鋪、買住宅、買公寓都係跟住萬達走嘛，非常好，好吸引啦，特別多謝，好多謝唐生支持，好唔該曬，唔該曬，阮經理，多謝，好，如果對萬達廣場公寓或者商鋪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聯繫我哋中興地產或者聯繫唐生我，咁或者想了解更多資訊咧，歡迎上到我哋香港門市新都會廣場二期三十五一零呢個我哋一個會客廳嘅，咁今日講到呢度，下集再見，拜拜。